吃一点水果。你吃啥都对身体好。对，从你说出来都没不好的。就我实力，我实力安利家，我是做推销的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真的？谁叫我？你谁？你谁？陈建南嘛？看军户这反应就知道陈建南。我直播学员，我要把你播进来。我吃了那个，我吃了那个红糖水。哦，不是，是喝了。怎么样？很卡吗？我没有流量了，是吧？这是你的住宿去试一下的。怎么是那么黄？我把它照进来了。我正在吃草莓跟你们演，我正在吃草莓给你看一眼，你起开。好了吗？我现在用跟你们直播，我是拿命在跟你们直播，好吧？对，因为中信的网我实在是不能控制，不是我所能控制的，不是我所能控制的控制的范围之内啊，所以我现在拿我自己的那个流量来直播，143.75K 光速。我看心情，我想你们，我要看，我也看不到你，只能听大家说说话。好酸，酸别吃了。我牙有问题，不是你草莓的问题。我们现在排练，因为GNZ 来了，喵喵。么么哒。洗手间我们俩就一个洗手间。一个洗手间。我的酒肉朋友回来了。酒肉朋友我的酒肉，我现在要正式的举报他，我告诉你们，他只在我生日过年那段时间请我吃喝，然后在这段时间之内没有照顾我，我要举报他，只剩下一元回来出来买账。你知道我有多累吗？你没有看到我的姿势。你看我的姿势，他趴在沙发上，看我腿。酒肉朋友在寻求安慰。你们不是吃了什么？你们吃啥了？好臭！因为吃了好臭的东西。吃屎了！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刘若瑄聪明，真是大了一岁呀、是聪明。没毛。你们看到我今天眼睛是不是很好看？那老师，这是我钻石，我今天贴钻石。你居然夸我这个头发好看，眼瞎了吧？不是很累吗？我这头发已经是那种跳过舞之后用水用那个，太最近真的辛苦了，然后我一直看那个哇哦，小奶奶把草莓掉了。哦吼，你完蛋了。完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你不赔个赔点钱的话，你就是比人家。不是让我一个草莓都没看到。骗谁呢？你不要骂人了吗？逼人的呀！邪恶的小。垃圾。生气。垃圾身上。黄瓜。对，我还没说完呢。真的好用多。哎呀，打扰我。
你不要打扰我，就是最近吧，虽然我生日公演嘛，但是好吧，自然之美，我也觉得。谢谢你，我们准备的时候真的辛苦了。我觉得你也很帅哦。我看到你一般夸我的人都长得好看的，就是非常辛苦。而且一般夸了我的人都会那个，都会发财，你懂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。什么你的？你不是推段璇的吗？超辛苦。我告诉你，你要骗我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推谁。我的谁啊？我本来时候就像个男娃儿。男娃儿去了。他说我像男娃儿。小狐狸。哎呦。哼。准备好。准备什么前辈啊？那直播，吓死我了！没事，你放过一会儿吧，我去收拾一下东西。你快点呀！谢谢宝宝的应援棒。我火急火燎的，我咋着？我知道。刘东的鱼还吃不吃？草莓不吃，我全吃完了。你吃，哎，草莓吗？哦，真的这么好，好吃吗？因为他是，他今天生日公演。谢谢宝宝。今天当天生日吗？不是当天。就算没有生日公演，也送啊。没有我。不想吃蛋糕吗？哇，都怎么都是雪糕糕的粉啊？哪里啊？我的粉丝去了哪里？他呢？大概我的粉丝都转。在看勾兑。你的粉丝都看对了，看我很难过，我很伤心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哎，他是选择原谅吗？我坐一下。我是会原谅你们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净给我戴帽子，我很生气。你当然是选择原谅他。看那个是，画我们啥时候我非常生气，我跟你们。随时都可以啊。那老师来，来这儿呢。谁？你们走吧，反正我。刘同学，你们要大家可以多吃会儿饭呢。你们要哎呀，给月留一个，给拉个月留一个。我才刚来。好，给你留一个啊。我吃了，我吃光光。嗯。今天要我们排练吗？嗯，好练。哇，辛苦你们了。再看喵喵喵喵是谁啊？叶喵喵吗？好甜啊。叶喵。阿妈。哎，别别。那谢谢。你换衣服这么快呀、啊？刘志贤。Hello。我哦，现在送礼物的可能就是粉丝。怎么走？我待会儿再开直播啊，我们待会儿见啊。等我排练完，我就开直播了。对，我们。我在这里，要表扬一下连的应援会。真的，生日贵人办的太好了，谢谢。你要说一下吧。Hello， 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借着这个小心赞赞，是刘贤的小心心赞赞，然后我来看别人的。是谁的直播？贴着刘贤的小小钻钻。现在 Lucky 星星，现在 Lucky 星星，今天都在变好了呢。感谢刘贤的音乐会，爱你们。万小时。不是，我吐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觉得刘贤的音乐会简直就应该颁个奖，知道吗？对，做的太好了。我啊，那个没关系，我没关系。小叔一点区别都没有。天哪，我们都不是不想看我吗？不想看你就别播了。继续，好一点。我们要播，花朵与宝宝要生气了。你的粉丝去加班了。你们都是谁呢？你不用忘。我在忘了什么？你今天还问我谁带吗？我看了，就一点 respect 可能都没有，知道？冷了不？钱，你们都钱，我告诉你们。我错了。我贴着那个拉皮星星的小仙女。
今天都贴了那个小星星吗？我是钻石之眼，我今天我的眼睛是钻石之眼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看你的大脸不会看，你们都不点东西吗？我都吃完了。生气。你知道奶喝进去了。我就想点碗米饭，因为我有不看拉倒。想咋地？食堂啥都没有，食堂晚上就关了。把直播关了。拜拜。上课了，上课了。我要替人。我不用去。知道上一次厕所一个餐厅。那个。吃吧，可以吃。要看上去就。我不用去那个。拜拜。我的站位都有人了，大哥大姐们，现在要走了，后面要去排着。没有啊，走啊！知道你要说什么？你有过流程的呀？我要过流程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还在直播吧，我很伤心。我们老师这么的凶，你们看见了吧？你们看见了我们的老师吗？怎么样我的？马上上来。啊，我可以是一张卡吗？不可以。我要排练了，这里的光比较好一点。你也要去，我们都去。哎，我们就在那里走个上下场，懂吗？我就明天我就去走个上场就完了。这个丑八怪，你说什么？你在说我丑八怪？我不跟你玩了。你看你穿的什么最炫民风？哈哈哈哈哈！生气了。还有民族风，来来来，跳个最炫民族风。你是我心中最美最美的云彩。好了，我挂了哈，我挂了去了，我收拉拉了，拜拜，拜拜。